这下子就尴尬了，因为其实，嚯，几久啊？看一下啊，2021年12月21号，所以嘞，有点尴尬，不知道讲什么。OK， 其实，这次会拍是因为我们有去 Bangkok， 就把大家去泰国啦 ，basically。然后我现在是前一个礼拜，所以我想要做一点 packing 先，所以不要 last minute 啦。然后现在我只能拍我的一半的脸，是因为我现在头发很油，所以我戴着 bandana， 是有点奇怪。OK， 不要紧。11点半，11点半晚上了，11点36分，然后我的时间是快10分钟了，然后我现在要 start to try to pack 一点点。Okay, as you can see, 有点乱，哦，真的有点乱 ，Oh my god， 很乱，因为我已经开始就是想着要 pack 要带什么，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要带相机，因为太久没有拍了，所以很想拍。So, 我们去 pack 吧。我已经拿一大堆衣服出来丢在一边。塞进去我的 luggage 上，给你看一下，我可以驾车啊！哒哒，所以现在我要把鞋，不然不是全部啦，要给我去6天吧，把这鞋丢进去，咖啡。OK， 雪中，现在连不是 Bangkok 吧，马来西亚都很热，跟人讲必需品哦。因为热的要死，好吃，差不多。那很多人建议我带 Uniqlo 的 Arizm， 微热又薄，然后这是我妈妈的，所以我跟她借了。12点半 ，OK， 今天就到这里吧。Later。现在是11点晚上。然后我们要2点半半夜就要去机场了，所以只有大概1个小时、2个小时的睡眠，那我们就要继续机场了。OK， 我觉得去机场见吧，我要现在睡个觉。你在 self check in 的。我坐中间站，你坐外面啦。哦，你要坐中间啊？看啊，随便啊。反正就随便。你要脚的空间，你去坐外面。那就你们进去随便啊。可以哦。一个字，热。本来喂，在听广东大便。哪里？大的吧？哇！哇，这么夸张！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我的靠！这个，它正常正常是黄鲤鱼有吧？不会很大的，没有，正常是黄鲤鱼有吧？真的是假的？不然假。我觉得这次哦，直接到巴达亚。对。接到晚上了哦！哇，老爷这个纸袋哦，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纸袋啊，不够，原来他这里已经算了那个啥的纸袋，很多纸袋的啊！我刚现在哦，我看打包的时候，一个水果就一包，的话还要一个一打一个打，哎呦，小了。我们是吃早餐是，真的，这个真的是，真的是，真累，一个小时真累。可以，谁买？沙特卡，车来了，现在已经 on the way 去巴达亚了，然后现在是停在 rest。
搜一下，买一些水，上一个厕所。我不一直在上厕所，我刚没有上到。Q 啊！现在爆！哇哦！哇！那很淡定。我们整个车程大概2个小时多，从本国过来这里，然后整个车程应该是睡觉。这角度不美。OK， 牺牲一下，我去那边站着不拍。看到那个太阳没有？那个，哇！我刚买了这个，没有我是买给我自己吗？我买给我的猫吃，猫超喜欢吃鱼的。哼，抖音。面包要吃就快点吃哦。面包是很少。该买中杯，我有点后悔。甜就是，它很多茶味啊，可是很甜啊。不懂，你好棒，吃掉了。先生，算难得来这里，所以开始烧点的。啊？我不知道我拿了两个哎。Nice。我不知道拿了两个，快点掉下来哦。我放的菜没有嘞，收不到了。不懂了，可以啦。你都有用掉吗？有用呀。啊，有用啊。哎呦，画面好小，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呦，你看我买暖暖的吧？韩国应该不会吧？我没有。我买这个 Mentos。没有油。真的啊？太热天气。这洞有点小，要斜斜的。塞一塞那边吗？那个 Velcro 哎。你有什么啦？叫你做工哦。前面那个。不要那个表，那个表，打字，你要拉拉一下，你好，摸摸那个整个地上，拿一点点就够了，有你要怎样？拿一点点，我是不要。拉那个，那个是黄黄哥你的 strap。你拿个白色下，你拿下去，你拿个白色下，你拿下去，恐怖。Camouflage。是我们 balcony 的 view， 冲个凉，要出去啦！好，我好了 ，OK， 开下车。我正要去吃晚餐，去 market， 十七楼啊。一下车，有脚了吗？是吧？他已经脚了。来，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帮你拿。哇，来。啊，来，我还要 adjust 一点呢。不用，我的 rice， 你的 rice 要滑下来，拿走。我 go go go。我现在去欧伦找小四，不要看了。No 啊！敢吃？那个 Block C 学校，我们有的标配上面。有卖的。他去不管去哪里，然后他买回来嘛。哦，他是买那个零食啊，就我们吃那个啊，跟那个一样啊。有 ，OK， 可以过，拍爆拍爆。Hello, crocodile friend. Sorry, no. I no lucky. No lucky. 热，这是流汗。
我们这样就过了第一天了，所以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拜。